开始吧，我去把属下准备好。非常好，接下来复制一个跟受试者的手下一模一样的复制品。 小心这个火焰！有些手下或许能够立刻攻击，要小心。 用上全部的工具，有些反而会误导你。有时候解法可能不太明显，请保持开放的态度。 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。表现不错，复制地精很容易，出场了。白不算太早，记得要完整复制我的独特魅力。 真快，让我们来看看你真正的本事吧。 你的合约写明了我要跟露娜共用你，真是浪费。 脑袋吗？
回到一的平方根。哦，计算错误。这些数字好像怎么算都不对呀。这个问题已经卡了我好几个小时了。别担心，我有带橡皮擦。回到一的平方根。箭无虚发。
担心，我有带橡皮擦。剑无虚发，哦，计算错误，剑无虚发，剑无虚发。别忘了运算的顺序。回到一的平方根，计算错误，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啊哈！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啊哈！啊哈！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啊哈！
担心，我有带橡皮擦。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啊哈！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啊哈！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啊哈！真是厉害，你可以帮露娜的忙，她最近陷入了困境。你跟露娜的助理混得够久了，快点去帮她，然后回来。安度因对上露娜。你总算来了，走吧，我们有好多工作要忙。在他们坏掉前，是多么美丽呀！修好他们吧。星辰必须正确排列。无穷无尽的可能。对称是了解宇宙的关键。我什么都不会讲。我操！你死！星辰的光芒会照亮正确道路，希望这次会照亮。
模仿真实的东西，真的好人。谢谢你，哦，总算可以把你还给泽瑞克了。你已经练习过了，接下来就是正经事了。复制我，五色对上泽瑞克。接下来。你要复制我，进攻，进攻！来呀，诺夫！跟明星来的复杂，这样看看行不行？听从命令。必须完全一致，除了是多么小的细节。这样看看行不行？我只接受完美。这样看看行不行？从命令，优秀的艺术家会复制，伟大的艺术家会复制。我知道，要复制这么接近完美的东西，真的很困难。喜欢玩我吗？
手痛。说几句你的好话。你还挺聪明的，我们可以结合你的脑袋。当然不是现在，我再另外跟你约时间。